我们很开心能够在2022年的最后一天与大家相约在音乐厅。我们也很欣慰地看到，在这个疫情肆虐的时期，还能够有这么多的观众走进音乐厅。我们今天晚上为大家表演的队伍是厦门歌舞剧院交响乐团。在筹备这场音乐会的过程中，很多的演奏员相继的病倒，我们没有退缩。但是我们也一筹莫展。很幸运的是，我们得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文艺院团的演奏家们的支持，大家火线增援，加入了厦门歌舞剧院的队伍，与大家并肩作战。我想，这正是音乐带给人希望和勇气的力量。我们希望今晚的音乐会能够为大家驱散一年以来心灵上的阴霾，让我们大家共同昂首阔步。迎接新一年的到来。Thank you.